听到是克隆威尔的声音。你看，你看，车机的声音，车机我看。哦，那是我们的，别管，别管，不是。左侧有点五零，求求我脸上，我脸上，看我脸，看我脸。OK， 在前面，我尸体位置。站一点，我尸体位置。小心，所以正面对着他。别。二队长到底查不查？在这里，准确位置。打他！他炸了！我操！我们这形象正面，好，打死了，全部打死了。OK。他没着火。有那个点补灵的声音。向左转，向左转，炮塔向左转，左后方。炮塔正在转。老虎，老虎追你后面，可能是个筒子。有。开火。机枪打死他呀，没打到，哦，炸了，好漂亮。左侧打地上，打地上，或者打箱子也可以，打箱子，打右边的箱子，打右边这个箱子也打一发。下旋下车了。一回打。漂亮。哎呀妈！我下车帮你们收。我操，真是你啊！坦克，小心点，我也下车了。行吗？啊，那我不问了。别开炮！哇，好意思，我可以不开炮了，我不往屁股开炮了。我看古仓。好，你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别往右转，别往右转了哈。工兵来修一下坦克，工兵来修一下虎式。古仓二楼打，对，就这样打。左边那个窗户也打，左边那个窗户也打，那个大古仓仓库。OK， 我给你打，打到左边窗户，打到左边。看出屁股吧，我冰箱里还有。OK， 还有其他东西。一楼进了，我那个谷仓一楼进了。前方那个传动也是坏的。谷仓进攻，可以进。来，重新下个包。走走。哇操！他妈现在怎么改的？这地方要修的。是啊，他这个传动也坏了的，坏了好多部位。后面油箱也是坏的，差不多可以。说吧，最后一个地方，你先开回去破补吧。韩弹！快动别动！没有。啊，是那个挺少。等一下，还没修好。OK， 走，你那是坏的。哎呀，知道了。